叫蛇咖喱。敢有看到闪蛇？有啦，找这死啦，绝对无认着。唔是啦，是骨甲灰。Show me the smile, you survive. The dreams will come alive. When we go towards a bright light, we turn away dark night. Believe love in your heart, and we feel the bright is deep and wide. Keep faith through in your heart to feel whole.今年大春嘞，来，我跟恁做伙坐。很胖很胖，真的真的是孙子很胖。你到了，没来就冲来啊！啊，我们有啦。啊！你回老家呢？啊，还不走？叫我家拢来啊！啊，谁叫谁去啦？隔壁叫的啦！啊，看你回拢要老大。啊，隔壁人去啊！啊，你回拢要老大呢？啊，你若是歹去，我就打电话问妈哦。好啦。行啦行啦，别穿上裤啦。爱大家挂孙啊，较细腻的吼。我的手，我枕头都无法度弯呢。你这比较严重哦，我无休困，一直在爬山。啊，一年趁天较趁嘛，趁这两个月安尼啊。无血栓，甲栓浆的部分含有氰酸，简单讲就是有毒啦。你这是长期接受中毒啦。你这双手还阁想要治咯，就要好好休困。我无法度休困啊，我暗时还阁去煮笋啊呢。那呢，我先把你放回，好不好？放心吧。你听哦，林大姐，谢谢。损计只有两个月，不然我真的会累成人干。听说今年的情况已经很好了，往年要这样中暑的，那才叫兵荒马乱嘛。又出车了。最近常出车吗？损计嘛，有组竹笋被烫伤的。砍竹子砍到自己的，还有累到昏倒的。哦，
昨天更沉，还有被山猪撞到，结果呢伤口太深，医疗站没有办法处理，就只好后送。林医师那边还没休息啊？快了吧。哎，院长，可以，这样很清楚，很清楚，嗯。阿公来，你吃多好。来。啊，不然先给你提下来哦。马上好。来，吃好了。来，你看这。你有什么不爽快哈？你对镜头跟院长讲就好。就像安尼讲。哎，对，你看一下。对。你这样说就可以了。嗯，我都感觉喘，听喘，坐啊喘。好，来来来，你坐来，坐来讲了，镜头看得到你。即摆安尼讲三句就喘，这电视也使看见咯。嗯，我食到这老啊，安尼看医生这是头一届。你放心啦，这位是阮慈院的院长，医术真高明哦，而且经验嘛真丰富哦。一定哇！来来来来来，坐好。林医师，赶快叫救护车！要叫救护车。救护车刚好像出去了，我听到没提声。别慌，我打电话给村长。阿公，达达行哦。我这里哦。达达来哦。阿静，是，直接送急诊。好。别紧张了，心情放较轻松的。咱吼较早发现啦，没有代志啊。多谢林医师。阿庆，家属通知了没？我就是家属，他是我丈伯公。啊。导播的这么大，大家吵来吵去，隔来隔去，拢嘛即几村的，所以大家看看起来拢嘛亲戚关系。能及时发现，也算是有惊无险。还好啊，有远距看诊，才能够当机立断。什么蛇？有啦，蔡姐死啦，绝对无认唔到。不是啦，是骨甲灰。无紧啦，免着紧，血清阮家拢有啊。出来。好，我去拿。要吃顿饭很不容易哦。林医师不吃了，他说他先打报告，叫我们先吃。还好当初我经历血清苦，命真的不能赌。医师在想什么？没有，我是在想，
中医救急部分真的比不上西医，难怪电视剧都喜欢拍西医的故事。今天才两百年呢，熊呢？哦。他的气管了，颈动脉应该再上移一点。手拿开，出来，怎么样？气胸，瓶子，酒，管子，圆珠笔。很好，随身携带圆珠笔，可以写字，也可以自救。喝一口比较不痛。忍耐一下，可能会很痛。相比起西医，中医真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不会啦，中医也很厉害啊。就是传说中的鬼门四三阵。你看，中医也很厉害吧？可是为什么是盲人呢？大侠都会听音辨位啊。那又为什么要配二胡啊？大小总要糊口饭吃吧，对吧？糊口饭。请你就要保庇善良的叶医师，祝你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阿母，你有看到我奥特曼的首饰无？
我唱起来啊！你搞我唱起来要怎啦？伊的意思讲，伊爱加休困啊，我甲伊看好条。没用的啦，我答应人爱做工课呢。我已经敲电话替你请假。你替我？哦，听我啦，去休困。听我，去休困。听我，去休困来。哦，你听话，去休困。干嘛唱去倒啦？那唱啊无去哦。叶明宪，你阿爸流血了啦！我们今天起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床上都是血，啊，他去厕所，看到他马桶里面都是血啊！妈妈，你先不要急，爸现在人呢？他现在在吊点滴，睡着了。好，那你先听医生的，我下班马上赶回去。好，不要急，拜拜。真的挺好的。今天会发生到这样，我们都想过了。大肠癌的症状，你应该比我们都更清楚啊。哎呀，不要紧张了，放轻松。我不是讲过，竹马行菜都唔会衰。只要一步一步慢慢的走，就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。好，爸，我们去开刀好吗？你怎么那么急啊？你以为拼命去灌他饲料，他就比较会生吗？哎呦，放轻松，啊。听紧张的啦，无事情，哈。当然来啦。哎呦。快快呀！妈，爸的肿瘤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我再想想办法，一定要说服他去开刀。顶个月才无简单有较好诶，你毋是答应过我，也要好好配合。出来，下一位。
不啦，你家一生家长，我拢在做啊个。我明天换你哦。那你跟我好好休息。有啊有啊有啊。生辰早爱继续练嘛。叶师好。坐坐。来，我看你的手。恢复了真好哦，你阁有听我的话，好好啊休困哦。我耳朵摆的锁匙去用藏起来啊，无法度四界走。学妹，是你干的？嗯。你都不怕你妈妈打你啊？打不死。那是因为你我查某囝呢，啊若无吼，我两个拍死。身为朋友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个建议？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？你是儿子。来看医生，就爱听医生的话。说得好。严医师啊，阿华嘞，白家过来啦。一点正骨紫金丹，让凤梅可以活血散瘀止痛。徐医师，叶医师，我想预约开刀时间。你爸想通了。是我想通了，那你爸那边是你说的，我是儿子吗？也爱娘的咯，哈！太祖太医，俺没讲过的咩？俺都没开刀啊，还俺老人预约。现在是怎么样？你不想医我了，把我推给别的医生。爸，既然你指定我作为你的主治医师，那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？现在。我这个主治医师评估过后，认为你应该去开刀，把息肉拿掉。爸，医疗的最终目的是治疗身体，恢复健康。中医跟西医他们的差异只是手段不一样，过程不同而已，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相同的。中西医没有说选了 A 就不能选了 B， 应该是要两个互相截长补短。现阶段我认为最适合的治疗方案就是去开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一行行的啦。哎呦，个叶棉线黑牙个主治大夫，唔好好的谈价个啊，根本有压力啦。啊，重重的讲，你叫他医，啊又不听他的，最后结果还要给承担了。好啦，来张个胸一下。哎呦，来来来，你坐你坐，坐坐坐坐。同意书，慢慢看。诉说同意书啦。
要不然因为安强硬了，干笨哑巴啊？我只是突然明白，身为儿子，就是有些特权，有时候可以完全不用理性去解决事情。那是蔡某兄的，哑巴居然会同意。还没某熊豆，大概是真的被那天的血给吓到了吧。我们已经尽可能预料到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，但是真的碰到了，才能知道这种心情。只是万万没想到的，哎，最后还是得靠西医啊。有紧张哦。爸，不用紧张啦，睡个觉，手术就结束了。是哦，我啦，不会紧张啊。再怎么麻烦，不会比我帮人母猪生小猪麻烦吧？手术很成功，之后就看术后恢复的状况。这部分需要耐心照顾。阿伯，来你的健保卡，你叫做徐天文。好，这药啊吼，分人啊是一天吃四次，终身有听话啊吼。这次状况有比较好哦，真正的哦。怎么这样配合，你早就好啊。好起来哦，我是不敢妄望啦。啊，我这剃衫已经穿十几年啊。李黑子，你敢知？我安尼每一礼拜来你家一天哦，我就赚到一天轻松的。哦，感觉哦，日子总算无遐尼啊歹过。我嘛有迄个感觉。所以我每礼拜三拢来遮报道。哦，你拜三来哦？嘿啊，我一礼拜来占一届哦，等于拢加足好困的呢。是不是？伊也是足厉害的吼，来占占拢加足轻松的。嘿啊，咱的福气。对啊，咱的福气。哦，伊也是搞。对啊，足帮助足多呢。叶敏宪，有时候。生活需要有一点点的甜哦。对啊，做好高很高。是笑得很甜哦，是有什么好消息吗？没有，就是想通了，中医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人家都说啊，西医救急，中医调理。也许中医没有办法很帅气的可以替病患进行急救，但是我可以让病患活得更轻松、更长一点。还可以改善病患的生活品质。对，就是想通之后，就觉得当初选这行
是对的。同学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对中医有了新的领悟，也调整了我自己看诊的方式，而且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在进步。自己在进步？怎么说？以前我总是把脉把很久，很想帮病人抓出细节，找出病因，所以状态总是会绷得很紧。但是经过上次那场车祸，我感受到大埔乡亲们对我像家人一样的信任，那种感动和信任让我对医病之间有了另一种体悟。现在我在治疗病患的时候，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帮病患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。应该这么说，就是我懂得放松自己，去理解病患的状态，用聊天、沟通和关怀配合把脉，去找到病患的病因。嗯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前阵子在为我爸爸的病不断找资料的过程，我也重新对中医有了另一番的体会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变成名医啦，但是我很确定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位仁医了，加油。这样麻烦你盖章。好，佳琪，下一位可以进去喽。来，请坐。右手给我。哦，着凉还没有好啊。风险还在。回去还是要好好休息啊，让身体恢复。头还是会痛，对吧？对。看爷爷是这么轻松看诊，很不习惯的嘞。我还是习惯看他这样。我等一下帮你扎个三针，这样子身体就会好很快啊。啊，但是要记得，不能再吃冰的了啊。我想给高先生这个那个一点，谢谢。好，这样就完成捐赠手续喽。后续我们会再把它做成假发，捐给需要的人。我来，谢谢。哎，这些都要整理到休息室的吗？嗯，我都要把它整理到休息室去。那我来帮忙吧，真辛苦你们了，还要整理这么多。不会啦，这些都是好心人捐赠的，我们其实只要把它整理好，送到相关单位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我来。我要拿去给院长签名的申请书啊！你在干嘛？是吗？那快去送吧，院长快下班了。休息室对吧？嗯，没问题。到希望小镇。希望小镇是吗？嗯，交给我。没问题的，交给我。希望小镇。
谢谢你，谢谢。我来。看到了吗？哦，二头肌。男友力。下次搬东西可以找我，这是身为男友应该有的义务。那你应该为你的女友效力才对啊。没问题，立刻，马上，正在做。等等，你女友，你是说我？你不承认？我不是，我没有了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现在，立刻，马上。大声细声啦，哈！姑，阿嬷咧？阿嬷伫房间啊。哦。这什么物件啊？一包。姑姑，来来来来来。好好好。姑姑，哈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是天然的，要冰。哦，这要冰哦。嘿，这个呢，新鲜的，要赶快吃完。这会当放啦。啊，这好，马上冰啦。好啊，好啊。这两包呢，可以吃比较久。哦，这台煮汤袂歹。嗯，姑姑，麻烦你哦，我要去找阿妈。阿妈，阿妈，我指甲有扎好了，要给你吃。啊，你若是记得我是谁，我才要给你吃。不是？不是哦。阿琴，是吗？阿琴，阿嬷，我是淑兰啦，你袂记得我，搁想要甲我骗哦？淑兰，对，你详细看卖，我敢是？你下课啊？我今嘛已经伫咧上班啦，今仔日是放假，倒来甲你看。你是写功课哦？我已经毕业四年了，无功课啊。哦，我煮饭给你吃。你说你哦。哎呦。是安怎啦？倒位会疼还是无爽快？吃啦，吃得疼。吃哦。嗯。我看。姑姑，哈，安怎样啦？阿妈生褥疮哦。嘿啊，有一阵子了啦，啊，一开始就一点点脱皮而已啊，有加膏药啊啦，啊，不过唔知安怎嘿，迄空嘴吼一直拢袂好，佮愈来愈严重，实在足烦恼的。我不同意啊！还灌食哦，啊，阿嬷还可以自己吃东西啊，谁让她还灌食啦？姑姑，阿嬷现在胃口不好，每天只能吃一点点，这样营养根本不够。你们知道为什么阿嬷的褥疮一直不会好吗？就是因为她现在肌力不足，脂肪不足，所以她的骨头会一直摩擦到皮肤，她伤口当然不会好啊。灌食可以让他吃进更多的营养，这样对阿妈的健康才有保障嘛。袂用的啦，灌食，那是摕一支钢对鼻腔插入去呢。
那是多艰苦的呢。阿嬤伊是讲袂出嘴啊，我无可能同意你安尼做啦。我嘛无同意啦。啊，无海呐，我一天吼甲阿嬤加饲几摆，还是说吼你有什么食谱要调整的吼，我都可以配合啦。啊，要甲阿嬤灌食吼，我无法度接受。姑姑，啊，灌食真的没有那么严重。没有那么严重，那是你在讲的啦。我做人的好生哦，没那不好的啦。妈妈，哎呦，你阿嬤吼，我们会照顾啦。你哦，得卖关照你嘴啊，好，来，加饭加饭。听得到我吗？看得到我吗？可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样有了视讯了，以后我们联络就更方便了哈。也许可以不需要视讯哦。是，你要回来了吗？不对啊，时间还没到，不是吗？啊？你看，你要当外公啦。是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等我们女儿生完以后，我还得帮她坐月子，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回去啊。哦，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就留在那边好好照顾她。怀孕啊，会让荷尔蒙失调，让孕妇啊，情绪不稳定，有时候因为身体不适，睡得不好啊。身体常常呈现一个疲惫的状态，会影响他的心情，会产生忧郁啊。哎呀，总之，你就好好关心他，再辛苦你都要包容他的脾气，知道吗？你要知道，有时候他会无理取闹，可是那不是他愿意的，他是不得已的，他自己也没办法控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林医师，你现在是在看诊吗？既然那么担心。有没有想要过来就近照顾啊？我，而且有你在，我们也比较安心。你难道不想第一时间看到你的外孙吗？林医师要走啊？真的也假的啊？听讲林医师要走啊呢？你有听过无？那都无听人讲啊。伊要走，是真的也假的啊？嘿，嘿，今天要搬呢？啊，物件要搬了了。啊，拢无讲啊。
林医师人呢？人在对啊，那我看伊啊。林医师嘞？对啊。来，出来。林医师。林医师。你真正买大只哦。老家，你老婆不是回来了？我有看到那里。车祸病患欧卡收到大埔91，我先去帮林医师。我准备消毒器材。杨妈叫 ready。Clear。苏兰哦，跟阿妈讲话吼，一家拢听袂着呢，今麦甲叫，目睭拢无神呢。For some